就是自助也行，然后。这个里面红的比较少。那这么困难吗？这买换一只旧的铲车以后。等好了，房顶可以弄长了。那床上一下子，就是猪脚这颜色的，跟第一个做法一样的嘛，哦，一样的，还是一只脚。反正颜色挺好看的，就那个鼻子，你擦一下是吧？好。再见的啊！这个会做梦就这样子，用菜红的，其实这样子。好的，那行。